各位好，苦行流浪者，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你们常听到的一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有时候事情是要看前因后果，还有时间上的顺序。那你一看当时他是很可怜，可是这个可怜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所在，那是他环境不好，失掉机会，因为一定会有他造成原因的一个是父母的原因，或是他个人的原因，或是社会让他造成的原因，变成你认为他很可怜。有时候也不是真正他可怜，是他的方式让你觉得他很可怜，以你的角度你认为他很可怜。可是有时候他是过得很快乐的，因为他是邪恶的快乐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有点讲远了。好，我们来讲一般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那有时候你就想想佛教讲的因果关系，有因必有果，对不对？你种树就会长树，种瓜得瓜。那因果关系，那可能你种下什么因，或是你的环境也是因为这样种下的因。那有些事情是佛教讲的前因后世，前世啊，再来今世啊，再来来生啊，怎么样的一个不同。那讲这些也不是一个很科学的论证，可是人就会把它想成合乎道理的解释，或是说有些听说了，是一些高僧，他可以知道前世，或是所以说他可以看到几世，这也都是你相信就有，不相信就没有。那我主要是来讲现在所遇到的，你如果遇到可怜之人，那你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盘算？好，有些人就看他可怜就一直给他钱，可是他就继续可怜。就像人家讲的，你教人家钓鱼而不需要给人家的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看你处理的方式，那多想想你的行为就会不会就比较符合基督的教义。我是基督徒，所以现在跟你说因果关系，那对，然后那佛教呢讲的慈悲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可怜之人，你也可以给他慈悲，对不对？就像美国有很多的 homeless， 就是无家可归，其实也不是无家可归啦，他是有地方去，只是他在路上要钱，对不对？那要钱呢？我们开车有时候要钱，人家就要一块两块，现在可能至少要两块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要钱。那这个我太太呢，就说就给他们钱，然后就说啊，即使你被骗了，他也只是为了骗这两块钱，可是他达到他的目的了，他也增加他的快乐，宁愿被骗也要增加别人的快乐，这是多大的慈悲啊！有没有听懂？宁愿自己被骗，也要增加别人的快乐，因为你拿到钱总是会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懂？好，所以因果关系，你慈悲，你就会让这个社会更祥和，更祥和。好，那你讲求的要修养自己，就是要还有原谅、慈悲。哦，慈悲应该比原谅更高境界吧，对 ，forgive 就是 forget， 对，要把它忘了。
那可是人不是圣人啊，不是一直要求大家去当圣人，在你可行的范围之内啊、哦，就像新约跟旧约啊，我现在就讲到基督教新约旧约啊，旧约讲的是以牙还牙，以言还言啊，哦、那新约是左脸给你打，你打我左脸，我右脸又给你打，对，这就像以巴战争，啊，和以哈战争，新约的人就是没有，不是新约，就是以色列的人，他们还活在旧约里面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，因为耶稣来以后才有新约啊，所以新约讲的就比较博爱了，对。然后他们还是以牙还牙啊、哦，所以、这个大家想一想，我先回到我的主题，慈悲原谅啊、哦。那我要讲一下那个，可是你原谅你慈悲，可是很多种状况呢，就是你想一想，再次给人家一个机会。其实神，我的神啊，基督啊，基督他认为，我认为他的爱就是一直给人一个机会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给人一个机会。你不是神，可是你可以给人家机会，好，那你也不用做得太完美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基督 will be done， 就是 God's will be done， 就是说神的愿望呢一定会达成，那是主要是神的愿望哦，不是你的愿望哦。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，所以说要帮助神达到神的愿望，好、哦，因为神掌管一切啊，哦、掌管一切，这掌管一切就是太复杂了，你就认为就听就好，掌管一再去问别人，掌管一切、啊，那掌管一切什么意思呢？他调动你，调动我，啊、哦！可是他调动你，可能就是离他而去，你这不是你的事情，有时候是你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做到刚好合顺你的心就可以了，啊、哦，合顺你的心就可以了。那你不要勉强，哎，勉强就变成神对不起你，或是你对不起你自己了，啊、哦。就像我啊，我是开车啊，那个路上有人招手要搭你便车啊，我都给人家搭比较多啊，哦，可是搭车我都会先祷告，然后到的时候呢，就看那个感觉怎么样，或是怎么样，过就过了，没过就没过，哦，停下来就停下来，哦，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感受，哦哦，就是像跟神交通一样感受，嗯。好了，就是快十分钟了，就是重点，你们就好好想想这生活怎么过，对不对？然后给人家多一次机会啊、哦，那也想想因果关系，也有悲天悯人的心啊、哦，也原谅别人啊、哦，那也在神里面占了一席之地，就是为神所用。为神所用，就基督所用啊、哦！那这就是你要跟他祷告沟通，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他祷告，因为他一定会照顾你的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、哦，请订阅、传阅、点赞啊、哦、，Follow your heart and follow me too. OK， 拜拜。